你来除夕夜来法鼓山聆听108遍的法华钟声，那就是代表你在除夕夜这一天，你轻诵或者你聆听的108遍的法华经，还有108遍的大悲咒。那这个是很难得的因缘。以佛教来讲，我们人有108种烦恼，那你撞钟的时候108响，就是把你的烦恼呢，就是把它在新的一年把它消融掉。